是我们的大惠好康呢，我们四天呢总共推出了1100个幸运福袋哦，只要来每天在我们的开幕前呢，来我们的排队处排队，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我们的福袋一个哦。那我们最大奖用我们的长滩跟冲绳来回机票免费送给你哦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在会场的部分呢，还有我们的只要我们在我们会场消费满呢，还有我们的五星餐券天天抽哦，每天都抽出我们的吃到饱餐券。那只要来逛展呢，您就可以参加我们的抽奖活动，就有机会到澎湖来我们的三日游玩水咯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介绍我们的旅展好康哦，这一次啊出国的行程居然下杀到1999元起呢，是我们的极地推出我们的澳门三天呢，总共只要1999元起。那在五福的部分呢，有推出我们的香港三天只要9599元起哦。那想到韩国的朋友呢，也只要花14800元的金额就可以到我们的异国享受我们的韩国风情哦。那再来是我们的长城线的部分，这一次呢土耳其11天居然只要33900元哦。那想要到澳洲的朋友呢也是不到40000。那再来呢我们的奥地利啊、捷克、德国呢10天也不用到50000哦，只要到欧洲的民众呢可趁这一次抢便宜。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国内的部分，暑假啊就是要到离岛玩水，我们有推出绿岛2天1夜，一个人只要不到2000元哦。那想要到经典的小琉球2天1夜呢也只要2000元。那想要到我们的澎湖3天2夜的民众也可以选择我们的3990元的方案哦。好，那接下来呢除了到海边啊也可以到我们的山上避暑哦。台东呢我们最有名的就是有一个民宿呢，它只要住宿一泊一食只要600元一早。那在东势林场部分也推出我们的双人住宿一泊两食也只要1800元。那呢想到我们的清境呢也可以就是享受我们的山上避暑哦，一泊30也只要3000元有早哦。那接下来呢我们推荐的是我们旅展必买的优惠餐券，汉来海港呢我们平日下午谈餐券只要530元，丽尊呢也推出午茶券呢只要650元。那我们高雄地区最热门的大发午餐券也是一样650元哦。那接下来呢在我们的义大饭店呢也推出我们的双人下午茶券只要688元，国宾饭店呢也推出我们的午餐券只要740元。好，那